旅遊嗰啲護膚程序咧，我都去得好盡，基本上有帶乜嘢咧，尤其而家有呢支泰瑪蘭 mixer 咧，我真係乜鬼都 mix 埋一齊，因為最緊要咧皮膚好咧，你先會靚，個妝咧先會 last 到全日。可能我朝頭早九點已經出去，夜晚九點先翻嚟，如果又乾又裂咁點得咧？啊，用泰瑪蘭呢個 essence 先啦。擠咗一泵先，我而家有喺手嘅咧就係 Super Serum 啦，維他命 B 啦，我居然用曬，咁另外一支咧，我老公啊帶咗盒啦，咁 Super Serum OK 啦，唔緊要嘅，冇維 B， 哎落埋個 filler， 哎擠啲啦，哎有乜搽乜啦，呢、這個 Snow Fox 嘅新嘅 Flora Serum 好好，其實佢保濕度好高，係啦撈埋一紮，跟住搽上面，我就搽咗最乾嘅額頭位置先，跟住咧就喺面度按摩按摩。但你按压呢一下咧，其实系好帮助啲精华吸收噶，眼都可以点啲。喂，呢度都系块面嚟噶，最后啪啪啪啪啪就好快吸收噶啦，剩翻少少，一定系搽埋手背啊，手背好紧要噶，好易巢皮噶，眼都系用佢啦，系咁用佢啊，法国小姐呢、這个，碌碌。好水好水好水好正，去肿去肿去肿，搽翻 Uber 精防晒就可以上妆啦。喺房度都晒噶，要早啲搽，唔好蹲到出门口之前先搽。嗱，你睇下啲皮肤真系好水润噶，发光咁样噶，晒住都唔惊噶。